你们在看什么？能不能去锻炼一下？你看手无缚鸡之力。我们在看新奇暴龙战车四，月底就要上映。对了，妈妈，你能不能在它上映之前买里面的玩具呀？还没上映你就想买里面的玩具，你在想什么？那意思就是你买不到哦。哦，你这是激将法是不是？那行，那这样子，你去跑步去跑两圈，我就给你那个三个大馒头。真的？看一下里面，说不定可以开出你想要的玩具哦。嗯，那你去吧。跑两圈了吗？跑了两圈。好了，今天你们是馒头，那你们就要蒙着眼睛来看那是什么东西。Oh no！ 你闻一下是什么？拼出两种形态哦，你们猜一下，你那个可以拼出什么动物？三角龙。三角龙太明显了，这霸王龙太明显了。我这个的话还有一个武器，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武器吗？是拿在手上的呀。哎，那露露你的没有武器的？没有，它只有它的爪子。哦，它的爪子就是它的武器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两个不看说明书的情况下，看谁最先拼好那个恐龙的形态怎么样？那你认同？赢了那个，我就给他抽一个美食盲盒，上面呢都有三种美食，你可以挑哦。怎么样？一二三，开始。哇，现在这是第一步的话，就把它拆成了八块。然后呢，乐乐还在拆当中。哎，已经有龙的形态了哦。好了，我要安装完了。啊啊，怎么回事？那么快就安装好了？就好了吗？就好了。那腿拼成是什么？再拼一下。看西西还在装他的身体。嗯，好。好，我们他们在拼那个腿。加油，腿是一部车，我看出来了。你的拼好了，乐乐。西西在拼他的这个小车。哎，终于搞定。我们看一下西西的这一个玩具的话，它可以拼成一个三角龙的形态和一个小汽车的形态。我的就可以变成一个霸王龙和一个列车，大家觉得这些玩具酷不酷呢？如果想要的话，只要回答视频后面的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这些玩具。好，我们第一局的胜利者就是乐乐，乐乐选一个。哎，那你就那个吧。啊？那是什么？哎，是个粉红色的。喜欢？你不喜欢？哎呦，蛋糕味道哎。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吗？喜欢了。哇，蛋糕，蛋糕！哇，上面居然还有蓝莓耶！一旁的西西在流口水了。还有两个盲盒，然后美食的盲盒也还有两个，里面的是不同的吃的。你们还要不要抽盲盒啊？要。那你们再去跑两圈那个楼梯吧。抽到一个。我们这次的机器人呢和第一轮的机器人呢区别还是挺大的啊。第一轮的话我们是可以变成两个形态，车和这个恐龙，但是这一次的话这个它只能变成车。你看你好简单，你这个也是只能变成车。超简单的。超简单是吗？那我们开始比赛咯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其实已经拼好一个车头了，乐乐还在研究当中。拼好了，乐乐加油。哦，终于搞定了这个列车。哎，我们对比一下，第一轮的车好像区别挺大的，然后西西这个好像区别不大哟。这只是车大了啊，这个就是它大了一点啊。好，第二轮的话是西西赢，西西选一个吧。打开看一下，是一个苦瓜，吃吧吃吧。不讲蛋糕，这是你自己抽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里还有一个美食盲盒，心跳盲盒，第三轮开始。
我们第三轮的那个玩具呢，它就只能拼成一个恐龙的形态。来，我们是最后一个美食盲盒了哦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你们猜是什么吃的？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的哦。好，那我们要说开始。我们现在西西拼好的这个霸王龙，好威武呀！这个是我们第三轮拼的恐龙，和这个第一轮的好像区别不大哦。但是我们的霸王龙的话，这区别好大啦！你看一下这个高大威猛，这个呢就小一号。最后一个美食盲盒，开箱啦！咦，这是怎么这么臭豆腐？我想吃啊！好吃吗？你看大家吃这个臭豆腐嘛，我看到他们两个怎么吃的津津有味呀、啊！哎，我们现在又来到了稀稀乐乐的老家，你想看上你们的房子吗？老祖宅，那你看一下啊，稀稀，那这个就是你们的那个老祖宅，这里就是，哇，你看我们老家种茄子是这样子种的，专不专业？好专业哦，好大颗啊这些茄子。他们茄子是在地下结果。茄子你不知道在哪里长的？大家知道吗？他说茄子是长在外面，好吗？怎么一点常识都没有？这常识太高级。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下那个小溪，还没有看到沙滩。小溪终于找到了，变成了一条小水沟。很宽的哦，还有沙滩是吧？现在就变成了一条小水沟。你看上面的浮萍，水水漂流，水漂到哪里，它就去到哪里。哇，这个像不像是一个人？像不像哪一个动漫里面的一个人物？你看，他这是他的两个手，然后他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，像谁啊？我一下子想不起来。然后看到路边有一个山子，哎，可以吃的那个黑色的山子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箱子啊，你怎么满手是红色的？你看这事情，好像满手都是血的感觉。再来回家洗干净再吃吧。来来，乐乐，你放你杯子里，这可都掉地上，哇，地上掉了好多啊，都没有人吃。哇，掉地上就不要了啊，在树上的摘。看一下，他们已经摘了满满两杯啦。雨晴这里也是两杯。好了，我们回去了吧。来，看这个山果好不好吃？不好吃，可以啊，太酸了。我来吃一个，一点点酸味又不甜，难怪没有人吃。那个树上没人摘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呢、啊，就是不好吃，所以没有人摘，满树都是。什么东西来的？这个榨出来的汁。你榨出来这个汁啊？我不要，坚决不要，坚决不要。好，西西榨的那个山果汁，想不到我也要当小白鼠的一天，尝一下。就是有点酸酸的，好喝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都叫我当小白鼠啊？对，你是怎么炸的？我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炸的。要不你先试。好，又当小白鼠。好酸啊！怎么你都这么酸？这个肉炸的好酸啊！炸的，刚刚那嘴巴已经嚼，嚼又吐出来，用嘴巴炸的，什么味道？好酸，啥味道也没有。西西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是什么？那你天天吃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米，米就是用这个做的呀，把这个壳给捣烂了，它就是米了。这个应该是喂鹅的，西西他去拿个果汁去。喂大鹅，看这些鸡全部吃稻谷的，那个鹅想吃了，鹅想吃了。喂大鹅，不吃吗？啊，都不吃，没水，没水了，不吃，喂鸡就好了。丢到那个框那里。